为平安，我们又一次机会来继续查考上帝的话语。他的话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，比晶晶更宝贵，使愚人有智慧，明亮人的眼目，苏醒人的心，快活人的灵。我得着你的话语，当作食物吃了。你的话是我心中的快乐。唯喜爱耶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棵树，栽在溪水旁。 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少年人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？乃是要遵行你的话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我非常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上帝的话，我非常喜欢读赏你的话，我非常喜欢背上帝的话，我非常喜欢传上帝的话。 我也非常喜欢遵行上帝的话，我也很喜欢保守上帝的话。那我们今天继续讲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一章。我们上次提到蒙头的事情是一个当地的风俗。我们提到教会的权柄，上帝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是男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。女人在聚会里面，当时哥林多教会，保罗命令他们。 要蒙头，否则就是羞辱自己。如果男人蒙头的话呢，就是羞辱自己。讲到羞辱的问题，讲到属灵的次序问题，我们上次也提到，女人是可以讲到的问题，因为上帝给女人有先知的恩赐，上帝绝对不会做自相矛盾的事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波饼纪念主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七节。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，不是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乃是遭损。在上次节目里面，我们提到了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一章第二节，我称赞你们。我上次提到，适度的称赞是应该的，适度的鼓励也是应该的，也是正当的，也是合一的。但是别人有优点，我们应该称赞。 我们应该称许，我们应该感谢，我们应该羡慕，我们应该效法。但是，别人如果有缺点，我们也应该去劝告别人、劝诫别人。因为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诚实话原文如果翻作真理，也许会更合适一点。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我们如果爱一个人，爱之深，责之切，当面的责备。 强如贝蒂的爱情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；朋友所加的伤痕出于忠诚。在这里，圣灵就感动保罗说：“我现在吩咐你们，不是称赞你们，刚才是称赞你们；十一章第二节是称赞你们。对不起，现在不是称赞你们，现在是责备你们，现在是劝勉你们，现在是规劝你们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乃是遭损。” 各位看见了吗？一个好的聚会，一个合乎神旨意的聚会，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聚会，它会让人得到益处，它会让神得到荣耀。一个不合圣经真理的聚会，一个不合神心意的聚会，一个不合神旨意的聚会，它不是受益，乃是遭受亏损。所以各位。 一个错误的教导，一个错误的观念，都会让我们受到亏损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，我在基督的教会界苦口婆心的指出来一些神学错误的偏差，一些神学观念的错误。因为好的会造就人，坏的会败坏人。好的讲到造就人，好坏的。 讲到错误的讲到败坏人，好的聚会造就人，坏的聚会错误的聚会让人受亏损，正当的按手让你得到神的恩典，错误的被别人按手，你可能接受了邪灵，你也可能接受了人的灵，你也可以接受了错误的灵，你可以可能接受了骄傲的灵，你可能接受了仇恨的灵，所以我这里加一点插曲。 不要乱被别人按手，也不要随便的去替别人按手。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。保罗吩咐提莫太，你不要随意的替别人按手。我再说一次，正确的教导造就人，错误的教导败坏人、亏损人。正确的聚会造就人，不正确的聚会、错误的聚会让人受亏损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。 哦，所有的聚会都对我有好处。所有的聚会都荣耀神。不，在这里清清楚楚给我们看见，有一些聚会不能够让你受到益处，并且让你受到亏损；有一些属灵的书籍不能够让你受到益处，让你受到亏损；有一些人的教导不能让你受益处，只能让你受亏损；有人的暗手不能让你受益处，只能受亏损。千万千万记得要分辨。 不要随便请别人按手，不要随便就被别人触摸。有一些传道人自以为有属灵的能力，为了表现自己的属灵能力，碰人家的头，人家就倒在地上，表现自己有能力。对不起，亲爱的弟兄你们，请注意听，圣经从来没有这种教导，从来没有这种教义，从来没有这种榜样。 为了证明一个传道人、一个基督徒有能力，就用手碰人家的头，让人家倒在地上。对不起，圣经完全没有这种事情。我敢百分之百的说，这是不是出于神的，很可能是出于人，很可能出于邪灵。我们不要接受他。你在新约和旧约里面，你从来找不到一处的圣经的教义说人碰人把人家倒在地上，这是表明神的能力。对不起，我找不到，我在圣经里也看不见。 人碰人，让人倒在地上，证明这个人有能力。这种这种历史的例子，这种历史的记载，我也找不到。弟兄姐妹们，凡是圣经没有交代、没有教导、没有榜样的，对不起，我们一概的拒绝。我们相信神的启示到了圣经就结束。这个以后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在各位分享。所以，我们不要被别人随便的暗示，我们不要随便去参加一个聚会，我们不要随便的听到。 他可能是受益，他可能是烧损，我们需要分辨。这个讲员，我们要去查一查他的信仰纯正不纯正，他的见证可不可靠，有没有一些是假的见证，他的私生活检点不检点。耶稣说，《马太福音》第七章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从果子认得树。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 葡萄树不能长经济，经济上也不可能结葡萄。我们不要去看，只看人家的工作，人家的讲道。哎呦，这个人讲道讲的很好哎、欸，这个人按手，呃呃呃，这个人就倒在地上哎、欸，这个人为人家按手，病就得医治。对不起，我们不看工作的果效，我们看这个人的生活。 弟兄们，请记得我再说，请千万记得，因为耶稣说到那日，有很多主的仆人来到主耶稣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命赶鬼吗？我们不是奉命行很多异能吗？我们不是奉命传道吗？”主说：“你这个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！我从来不认同你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”我们很少有这种观念：好的聚会造就人，坏的聚会。 亏损人，好的讲道造就人，坏的讲道亏损人；好的属灵书籍造就人，不好的属灵书籍亏损人；好的暗手造就人，不好的暗手亏损人；正确的预言造就人，不正确的预言败坏人。我们从来不分这些，只要是讲员就是好的，只要是属灵书籍就是好的，只要人暗手就是好的。对不起，弟兄们，我们需要分辨，属肉体的基督不会分辨，属灵的基督一定会分辨，因为属灵的人参透万事。 台湾的教会，我非常痛心的说，大家是青红皂白不分的，好坏不分的，对的错的不分的。只要这个人讲员呃很有名，报纸上登个大的广告，呃弄一个特别的名词，这种名词你很少听的，圣灵的第三波、圣灵的第四波、圣灵的学校、圣灵的恩高、多伦多祝福，我们就囫囵吞枣。对不起。 要查验，要分辨，看他讲的合不合圣经，看他的生活有没有圣灵的果子，他的生活圣洁不圣洁，他所讲的见证是真实还是虚假的，我们要查，我们要验，我们要分辨，我们不能够什么聚会都参加，什么书都看，什么人到都信，什么人都按手我们都接受。这里非常清楚的，我在这里多花一点时间发挥，我们看见了有一些聚会不是受益是遭损。 我们接下来看十八节。第一，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，我有消息。这话，在一个聚会的当中，弟兄姐妹分门别类，那不是一个受益的聚会，那是一个招损的聚会，那是一个，那不是一个神同在的聚会，那是一个神不同在的聚会，那是一个，不是一个神喜悦的聚会，那是一个神不喜悦的聚会，那是一个神不会赐福的聚会。 那是一个神不喜悦的聚会，那是一个神不同在的聚会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聚会是好的，但是对不起，聚会的内容、聚会的方式也需要正确。如果在聚会当中分门别类，对不起，那个聚会你不参加也罢，你参加你受亏损，神不喜悦，神会管教，神会刑法。我们再看下去，十九节，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，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。 这个我不用讲，因为刚才已经提到了二十节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，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，你们吃喝难道没有家吗？还是藐视神的教会？当先没有的羞愧呢？原来当时的教会，在波饼纪念组手煮的圣餐、煮的晚餐以前，他们先大家把家里带来菜。 大家一起爱宴，没有想到他们当中分门别类，有钱的带非常丰富来，带了很多的酒来，甚至喝醉了来；没有钱的没有食物，那些有钱的也不肯分给他们。那些有钱的为了表明自己有钱，呃，就把特别好的食物带来，表明自己有钱，但是却不分给那些吃不饱的人、饥饿的弟兄姐妹。他们也不肯在家里先吃完了再聚会。 那样别人就看不出来他们吃什么好的食物，多么贵的食物，结果就造成教会的分裂，造成那一些贫穷的弟兄姐妹的软弱，让那些有经验的人就看出来了。圣经说，这样的聚会不会得益处，这样的聚会只会遭受亏损，这样聚会不会有神的同在，只有人的同在，这样聚会不会有圣灵的恩高，这样的聚会。 没有神的赐赐福，求主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。二十三节开始，重点就提到怎么样的剥饼纪念主，怎么样受主的晚餐，受主的晚餐。二十三节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重组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我当日传给你们。 我到你们哥林多去传福音，教你们、带你们信主，把福音传给你们。等到你们组织了哥林多教会以后，我教导你们怎么样掰饼。这个教导不是我发明的，不是我异想天开的，是我从主耶稣那边领受的。他怎么说，我就怎么讲；他怎么样命令，我就怎么样交代。我不敢加，我也不敢减。 我是重组领受的，我是代表主告诉你们的，我有主的权柄，我有主的权威，这是保罗的意思。好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，哪一页呢？被卖之夜在什么地方呢？马可的楼上，这是主的命令吗？是的，我们看下去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，拿起饼来注谢了，就拨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。” 为你们舍得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纪念我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给我们两个圣礼的命令之一，其中一个我们叫洗礼，或者我们有人叫敬礼都没关系，那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六章。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那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圣礼是耶稣，耶稣留下来两个命令之一，一个就是洗礼，一个就是擘饼纪念主。这是主耶稣最后的一天晚上，最后的晚餐吃晚饭的时候，就留下这个命令，这个榜样。这是我的身体。 为你们拨开，你们纪念我，所以波比的聚会是主耶稣的命令，波比的聚会是主耶稣留的榜样，波比的目的是为了让主耶稣纪念主的爱、主的恩、主的舍己、主的救赎，这是波比纪念主的这些真理，我们看的非常的清楚。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就提到。 波饼纪念主要纪念到什么时候呢？你们每逢吃着饼，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波饼的聚会，一直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，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，教会应该不断的遵守主耶稣的命令，举行圣餐，举行晚餐，举行波饼。那你说？ 波饼要多久一次呢？圣经没有非常清楚的规定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、第三章，我们看见了初代的教会，他们天天波饼。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呢，我们就看见了初代的教会，他们七日的第一日，他们波饼纪念主。换句话说，用今天话说，他们在礼拜天的晚上纪念主。有的教会呢是两个月、两个礼拜举办一次波饼的聚会，有的教会呢一个月一次。 我要我的答案是没有固定，没有明文规定多久播一次品。如果你觉得一个礼拜一次很好，感谢主；如果你觉得两个礼拜一次也可以，重点在纪念主。纪念主的什么？我再说一次：纪念主的爱，纪念主的恩，纪念主的血，纪念主的舍命，纪念主耶稣的死，纪念主纪念主耶稣的复活，纪念主耶稣的升天。 纪念主耶稣的再来，我们剥饼，一直都播到我们喝杯，我们一直喝到主耶稣再来。那下面有个问题呢，将来在天上，我们还有没有播饼聚会呢？真稀奇！你在马太福音也看到，耶稣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不再给你们喝这个杯，一直呢，我在父的国里跟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”到耶稣再来到天上，我如果看圣经看的不错，我们还要跟耶稣一起喝新的杯，我们还要纪念主。 你就可见得这个教聚会何等的重要。今天基督的教会太少举办举行这样聚会，太短举行这样聚会，真的很可惜。许多的聚会是我们从神得帮助，这个聚会是神从我们身上他的心得到满足。 是我们纪念主，是我们感谢主，是我们赞美主，是我们奉献给主，是我们报答主的一个聚会。求主让我们看重这样的聚会，求主让我们也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举行这样的聚会。我们等下会提提到这样什么叫做按照圣经的教导？如果不如果不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。所以无论何人。 不按理吃主的饼，喝主的杯，就是干饭主的身，主的血了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要来参加波饼的聚会，他不仅要波饼，他不仅要喝杯，他不仅要纪念主，他还按理来吃主的饼，喝主的杯。这个按理是按什么理呢？当然我们可以解释，就是按圣经的真理。这种按理这个字。 不按理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尊敬的态度，不正当的方法。换言之，如果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，他来参加波饼聚会，他用一个不尊敬的态度，他没有用一个正当的方法，他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波饼的话，他就是干饭主的身，主的血了。 他不仅没有受益，他受亏损。下面就接着说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受益而不受亏损呢？我们怎么样按理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呢？请看弟兄姐妹，请看第二十八节：人应当自己醒茶，然后吃着饼、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是分辨主的身体，就吃喝自己的罪了。 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次我来到神的面前纪念他，我要吃饼，我要喝杯。头一件事，主啊，求你检察我，求你光照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神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恩啊。主啊，帮助我有没有犯隐而未现的罪，有没有犯任意妄为的罪？ 只有我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在播饼前，在纪念主以前，在感谢主以前，在赞美主以前，在奉献主以前，我先求主洁净我，我有罪我马上认，我有罪我得罪人的我马上向人罪，我得罪神的我马上认罪，求主的宝血洁净。当我被洁净以后，我来吃主的杯，我来喝主的杯，我来吃主的饼，我是自己受益处，主喜悦。我如果不是这样做，我吃喝自己的罪。弟兄姐妹看见了吗？多么清楚！ 和圣经教导的聚会，我受益处；不和圣经教导的聚会，我受亏损。和圣经的讲道，我受帮助；不和圣经的教导，我受亏损。和圣经的属灵书籍，我得到帮助；不和圣经的属灵书籍，我得到亏损。和圣经的按手，我得到帮助；不和圣经的按手，我得到亏损。真的预言，我得到帮助；错误的预言，我受很大的亏损。 多少人相信于玉荣说一九九五年上吊审判台湾？多少人被他的预言骗到贝里斯去，到现在回不来？因为我们无知啊，因为我们不会分辨啊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先警察自己，先认罪，先悔改。其实每一次我们祷告主，我们亲近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个人的浅见，我们应该先认罪，后赞美，后敬拜，后祷告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各位，请看，记不记得？ 圣诗篇里说：“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；我心里如果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”以赛亚书第一章那里说：“你们多多的祷告，我都不听，因为你们手满了杀人的血。”呃，圣经也说：“人非圣洁不能见主。”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。 你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。但是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：有罪的人呐、啊，你们要清洁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，要清洁你们心呐、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属灵的顺序我们不要弄错。我要亲近主吗？谁说不亲近？我要赞美主吗？谁要不赞美？我要祷告主吗？谁说不要祷告？可是不要忘记啊。 我们若认知罪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无罪，我们就是说谎的，我们就自己欺骗自己的。求主帮助我们注重这个顺序。求主帮助我们按住神的教导、神的命令来参加波饼，来参加任何一个聚会，来听任何一长道，来看任何一本书籍，来接受任何一个人的按手。如果这样，我们蒙福；如果不这样，我们受亏损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看见了。 聚会有受亏损，有得益处的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按着神的旨意来博饼，来纪念主，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。愿主赐福你的话，铭刻在我们心里。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